大家，欢迎来到2023新北放网络医学堂，我是小 Q， 来自 HRC Hybrid Cool。那我今天教大家的是 Street Jazz 的舞风，等一下会有一些比较性感小辣妹的一些动作，会有一些腰的部分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练习。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，手帮我握拳。等一下会是敲 and 敲，视觉上都在这一个点点，所以不要掉下来，掉下来，我们都维持在正中间。五六七八，敲 and 敲。然后敲完两下之后，右脚帮我往前一踩，把你的身体往后放一点点，屁股往前推。等一下，左脚不动，右脚直接转过来，所以身体一起转。所以这会来到八，所以等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所以双手放下来，八，右手跟着身体一起走。拉到这边之后，等一下会是左脚不动，右脚转。所以等一下，一踩下来回来的时候，往右边推，右 ，n 左 ，n 右 ，n 左。然后等一下会连续连续连续，帮我这边腰放松，屁股右左右左移动，五六七八，等 ，n 等 ，n 等 ，n。上半身不动，只有下半身在动。然后等一下身体的话，帮我维持在正中间，手来到手心面前面，所以是一 ，n 二。2N 的时候，帮我把你的手往上到这边，不用那么高，到这里肩膀前面就好。等一下 3N 的时候会是敲敲，那屁股直接都是右左右左，所以五六七八一 N 二 N 三 N。等一下4的时候，直接右脚往右边踩，屁股也往右边推，手往上飞，所以4的时候往上拉，帮我来到屁股是右转到左，到后面的就好。所以等一下，屁股右左右左右左右，然后这一下帮我很像羽毛这样飘上去。所以等一下会是四，继续喽。等一下四完之后，手不要先掉下来，先往上。等一下会是右手先往里面绕，所以你的手帮我很像羽毛这样轻轻的绕下来。二，来到这，所以等一下是右手左手，然后加上你的屁股是左边右边，所以我们刚刚是平转，等一下的屁股是从左边这里下去，像做一个海盗船，帮我左到右画一个微笑线。好，这边加上你的手右左，所以你的右转过来在耳朵这边停下来之后换左手，然后直接拉下来的时候会是噔噔，包进来的时候是右脚往左边收，然后我们头稍微有一点找肩膀，所以视线会往斜下看。一 ，n， 二 ，n， 三 ，n， 四，五 ，n， 六。等一下，帮我一二三四五六的时候，加上你的小小的屁股，但不用踩，不用踩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走。一 ，n， 二 ，n， 三 ，n， 四，五。N 六交叉打开的动作，往旁边，然后直接从左斜方来到右斜方，然后等一下一踩到之后，把你的脚左脚收过来换脚，所以有一个空中换脚的动作。再一次，八在这，再等一下，一右脚画到后面踩到，左脚拿起来，左脚踩到后面换右脚，手这边打开来之后。左手右手已经掉下去了，左手帮我拿出来，很像把你的外套脱掉，所以等一下会是左脚一踩到后面，左手跟着一起放下来，就是只有右脚往前，然后等一下完之后右脚踩好，帮我来到左脚往前抓，然后右手会来到拳头的位置，然后等一下直接拉过来收起你的右脚，所以等一下会是左脚黑右手收换脚收，然后等一下3N 4N 的时候，我们会来到 3N， 帮我直接 arch 收进来的时候，把你的右脚收进来。好，再一次，八到这，所以五六七八，一 N 二 N 三 N， 所以挺胸收进来，然后等一下4N 的时候，帮我左手不动，右手绕过你的脸。跟着你的脚一起往后
然后这边会有一点点小难，但我相信你们可以帮我直接往后的时候，我们脚要来到内八，再来是外八，有一点点加上你的屁股，所以这边帮我沉下去的时候，屁股微微收起来，往后的时候往上抬，所以你的屁股就会来到下阴上，上的时候会比较漂亮，所以不要内八完之后只有站起来，帮我往后蹬一下，内 and 外六到这边七 and 八的时候，帮我手一起放下来，所以你的身体会来到蹬斜的，然后左脚一踩往向往前会变得有点弓箭步，左手不动，右手动跟右脚动转，画一个圆，最后是肩膀撞到，所以等一下你的来屁股会还在后面，左脚先踩，右脚关起来的时候，把你的手像磨豆浆这样过来，然后八的时候右边肩膀撞一下，然后身体帮我往上蹬一下，好，继续咯，我们往第三个八迈进，所以等一下八完之后，右脚一打开，我们的手会直接上，所以上来的时候屁股往右边 ，in， 卡，然后我们会有点小小的重叠，所以等一下会是手肘都帮我全部伸直，手腕的地方往下掉，所以等一下右边的时候会是脚打开，会来到有点像深蹲的位置，所以这边一 ，in， 然后右边的时候就帮我头看右边，二 n 的时候帮我拉过来，一样拉到中间，在你的不要挡住脸，请拉到下巴这里就好，然后屁股再回来正中间，再往上的时候卡，所以来看一下脚哦，脚我们的话会是一中间 n 是左脚关起来，屁股往左边抬，然后再下来的时候是二，又回到正中间 n 的时候往右边。所以这个地方是连续的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是一上二上，帮我转一下你的脚尖，所以脚跟不要黏着，你会更好转，所以直接上 ，in 的上，好，再看一次，八走一中间 ，in 看右边，二拉到中间 ，in 再看到左边，然后等一下三 n 四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再回来中间，但是我们这边要来到交叉。所以看一下手哦，手帮我来到交叉的位置，等一下四的时候会直接丢，然后是右手比左手再高一点，然后这边会很像啪拍到拍到，跟刚刚的指有点不太一样。好，再一次哦，这边直接一 n 来到这右边，二在中间卡，直接帮我来到中间交叉，然后屁股我们会直接右边坐到中间。然后直接往右上，哈，然后等一下五 n 六 n 的时候，看一下手哦，我们会这样掉下来，那帮我手指放松，有点 magic finger， 所以等一下下来下来，然后等一下帮我是左脚出，右脚不动，所以等一下是下 n 下 n， 好，先看一下脚，脚这边一样，腰部的地方帮我放松，下去收回来，下去收回来。所以你这边想象一下，你这边要夹一下回来，夹一下回来，再看一次左脚出 n 回 n 的出 n 回，加上手一起，手就是慢慢的落下来，所以这边是四，直接走五 n 六 n， 好，不要掉下来太快，在你的身体掉到这里就好。再一次一二三四五 n 六 n。好，七 n 八的时候，我们左脚往外一踩，往你的左边一踩，帮我手已经来到这了，左手一推，往前推，再换右手，八，直接放掉，放到你的下巴这里，不要盖住嘴巴，有一个虎口，放到这里，然后成为一个 pose。所以你的身体侧面的地方，我们会来到压背的位置，然后这个的动作，帮我记得是 Jazz 最著名也最需要被要求的动作，帮我屁股以上跟腰部以下这一块的地方帮我往下压，所以我们身体会来到的平的，然后脚不要弯不要弯，所以直接往前推再收回来，所以侧面的地方帮我来到 arch 的位置。最后一个八来了，我有七八到这一二的时候，左脚往前蹲一下，
然后看一下屁股哦，屁股的话我们会前推跟后推，前推后推，加上你的脚，所以我们要做一次大的，两次小的，所以第一次大的帮我弯多一点点，往后，所以你的屁股会很像坐海盗船这样子，直接往前 and 后，然后再一次两个快的，等 and 等 and， 所以第一步我们直接下是一 and 二 and， 好，看到我的手了吗？这里放到下巴这里，当我第一下的时候会很像融化。掉下来，请沿着你的脖子，像那个我现在流汗这样子，直接往下蹬 ，and 大 ，and 大，所以你的身体顺着这中间往下流，所以手来到手指往下，所以不要整片，不要整片，手指就好。然后等一下帮我屁股是一个大的，两个小的，来哦，六七八走一 ，and 二 ，and。最后我们要直接走右边推，所以看一下手，手我们来到不要掉到全部下面，所以蹬 ，and 蹬，蹬拉到这里就好，大概是横膈膜的位置。然后等一下右手往右的时候画一下，帮我左边屁股画一个八，所以你的左屁直接推右屁会画一个八，再画。所以我们会画一个平面的无限符号。好，再看一次，五六七八走一 ，and 二 ，and 拿到这三 ，and 下，然后拉到这里之后，把你的左手顺势带到后面去，我们的右脚会勾上来。然后这边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的膝盖小腿往内收一点点，所以不要长这样，帮我直接往上推。这里有一个完美三角形，然后一转到我们右脚一放到后面去，身体转一圈，不用转到正前方，直接啪，左手放下来，右手往上，然后直接一拍一拍到融化掉下来，后面给你们自由发挥，自由漂亮，准备一二三四。所以好好的练习，你们一定可以做到。所以音乐有一点快，不要担心，多看几次数拍的，再对音乐，熟了之后，你对到音乐就会更快，更上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